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难呼吸了。活在同一个时空的我们，是为了什么目标而聚集在一起？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行渐远了呢？有多少人在这个城市迷宫里迷失方向？有多少人脚踩在地上，心却浮在半空？又有多少人忘了什么叫爱，怎么去爱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到底该怎么计算呢？Thank you.